这里放一个感应板，这边放上弹簧，再放上这个草块和电池块。哎，来，这边搞个东西。这边哈，要往下朝的，然后再装个火箭弹就好了。然后把这个给挖掉，先看看，两个也可以一起。哦吼，看没这样子爆炸，是不是很炫？来，小伙伴要是没看懂的话，再来一遍。来，再来一片哈，好危险！奇怪了，为什么这个弹簧会一直？出问题了吗？拿出来，再拿进去试一下。直接弹上去，给你下一个炮弹，是不是很炫呢？然后这秒点，今天小黑休息，拜拜。